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哥与小宝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深圳训练，然后让我们采访一下左航，今天打算怎么过呢？左航，醒了，哥们，你打算怎么过呢？今天，你今天打算怎么过呢？训练呢？然后呢？吃饭。然后呢？睡觉。那今天祝你，还有揍你。训练成功，吃饭吃得香，睡觉睡得香，揍不成我。好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，那我们到训练的场地再见吧，拜拜。大家好，现在我们已经训练完了，然后马上就要回酒店了，我们酒店见吧，拜拜。Good evening。啊？Good evening。啥意思？语气词。语气词。好，可以。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既然我的朱志鑫不在屋，那我岂不是可以？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。我的日友朱志鑫还是没有回来呀，还是没有回来呀，咋还不回来呢？大哥干啥去了？大哥还是没有回来呀。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情，朱志鑫还是没有回来。朱志鑫还是没有回来。你们知道朱志鑫在哪儿吗？朱志鑫还是没有回来。Where is my 朱志鑫呢？朱志鑫他干啥去了？还不回来？他疯了，这孩子，我去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室友不在了，不在了，室友不在了，室友不在了，怎么办？他去哪儿去了？说实话，这酒店很大，我自己在这我还挺害怕的。他咋还不回来呢？我就告诉我录个 vlog， 他就出去了，现在还不回来，哎呀，我去！既然我的朱志鑫不在乎，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秒变，那啥呀，迅速换装，拭目以待吧。第一套，第二套呢，第三套了呀。第四套了，现在是最后一套了。See you now.